跟女室友同居的第二天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睡不着，我做噩梦了。睡不着的话，你在这儿睡吧。你陪我呀？嗯，我陪你。行。你看什么电视吗？我给你调出来。我不看，我想跟你聊天。好。你有心动的人吗？嗯，你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？春天。遇见你以后，我的世界再无四季，四季如春。我喜欢春天，春天里我遇到过很多的人，看过很多的风景，闻过很多的味道，见过很多的云彩，可我从来没见过你。你竟然会笑，你这一笑能笑进我的心坎里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喜欢上你了，因为看到你以后，我的心不会慌，我的手不会抖，我只想拥有你，我只想奔向于你，与你一起奔向那遥不可及的梦，那被称为爱情的白日梦。你是不是对每个女孩都这么说呀？那倒不是，我对别人都很有礼貌，唯独对你没有那么有礼貌。为什么？因为礼貌可以当做朋友，至于你，我不想让你只把我当做朋友，所以你知道我有没有心动的人了。